喂，Hello，听到我说话吗？喂，Hello，听到你搭理我一下啊。我现在完全看不到在线的用户，然后我也看不到大家的说话，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得到我，所以我也很纠结啊，这是什么情况？大家如果在的话啊，稍等我一下，因为我现在，在学生端我也没法去发布任何内容。大家如果看得到我的话，就稍微等一下啊。一会儿我先稍微重启一下这个系统，然后再说啊。
啊，刚才没开麦克风啊，好，怪不得。我说为什么现在我这边看起来我这一直没有动啊？重新讲啊，重新讲啊，这刚才没开麦克风，可能看我这动了，没说话啊。我最近呢，讲了挺多的公开课啊，也呢，这个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讲了很多内容。那么在这2个月吧，那么这节课呢，是我们在线上，至少在这个月，包括下个月，应该是最后一节线上公开课。那么我其实经常会在反思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真正希望从这个公开课里面得到什么样子的内容？大家都知道，就是，公开课并不会覆盖我们的全部内容啊，你不可能从公开课里面得到你所有要在考题里面需要的信息。一个是因为公开课时间比较短，第二呢，我也不是个公益组织，是吧？所以不可能会，在公开课里面讲到所有的细节的知识点啊，包括内容。那所以我就很，很纠结，或者很想知道一下，就是说，哎，那我们大家到底希望可以从公开课里面得到一些什么信息？包括我们自己的学员啊，那他们想从公开课里面啊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其实我想了挺长时间的，然后那么呢，其实我现在想的结果就是，我们可能希望呢，更多的是从公开课里面得到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内容，可能讲一两道题，或者说讲一个小知识点，对于我们绝大部分的考生来说，可能没有很大的意义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考试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考题，很多的官方题，有很多的知识点，对吧？那并不是说，讲一两个题啊，就能覆盖所有知识点，就能去把这考试就搞定了，这肯定是不太可能的。哎，那所以说呢，我可能以后的公开课，包括这个以后的一些课程啊，包括我们都会去说到说，可能是一种更加偏向启发性的这个内容，而不是一个尤其公开课啊，而不是一个讲细节知识的这么一个很一般化的一个内容啊，所以说。我这节课的这个题目呢，刚好也正好是在逻辑里面可能会偏向启发性的这么一个内容啊，希望大家可以举一反三。还是那句话，你不要期望可以从公开课里面听完之后马上可以去考试啊，这个它可能跟你做某个具体考题或者说某一些具体考题关系都不是非常大，而希望它可以启发你对于这种考题的一个思想方式，希望你可以在下次做类似的考题的时候。可以能得到一些你想知道的信息吧。好，那咱们进入正题啊。这节的公开课的名字叫《关于有关和无关的判断》。那么我想这句话就是我在这个整个的第一页 PPT 里面写这句话，可能你会特别的有深有感触。你会发现在 OG 里面啊，包括在各种各样的一个解析里面，不管是老师 A 还是大牛 A 写的这个解析里面都一样。那么你可能会常常看到这个选项里面会给你写说这个选项和这个文章没有关系，对吧？那么所以这选项并不是答案啊。逻辑题里面最简单的一个解法就是说，除了答案选项之外啊，其他的4个选项都或多或少的跟这文章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但是实际上来说，你可能会很难去界定就是什么叫有关，什么叫无关，因为呢，GMAT 的考题吧有个特点，它这个答案选项啊或多或少的呢。都会跟这个文章啊是有点关系的，这5个选项啊，你不管说它是不是答案，它都会或多或少的跟这个文章是相关的。那么，到底跟哪个部分有关啊叫有关啊，哪个部分无关叫无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大家去思考的，包括去想象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希望这节课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思路啊，去知道说，那么我应该怎么去界定这个有关和无关这两个东西啊。那么在讲这个思路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的例子。那这个例子呢，是我在这个这2天啊，包括上一周吧，这个线下公开课里面啊，举到过很多的这个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其实挺有意思的啊，这个难度呢也不算小啊，很多考生呢都会因为它而做错一些内容啊。咱们来看一下啊。好，那请你呢对下面这个逻辑的考题，按照它的一个写法啊来做一个自己的判断。判断完之后呢，你就打一个我写完了，你不用说我选什么，你要告诉我说，哎，我做完了就可以了啊。
其实你不用告诉我你选什么啊，你只要告诉我你做完了就可以了啊。好，那我相信呢，大家都对这个题呀有自己的一个思路，对吧？咱们最典型的情况就是，这纸面考题呢，可能这个我呢，这个不是说都会啊，但是呢，你要是给我一个中文题的话，那我肯定知道我希望他选什么，对吧？我肯定会有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好，那么先把答案公布一下啊，你看你选的对不对？那这个题目呢，答案选的是 A 选项啊，选的是 A 选项。那么咱们通过这个题就可以知道一下，就是我们对于类似于像这样的逻辑考题，到底什么是有关，什么是无关的啊？这两个情况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好，那你看这道考题呢，首先啊，它先说这个汽车呢一般是这个四个轮子的，是吧？这是我的背景条件。那么前提说呢，今天雾比较大，那伸手不见五指。那么有人在公路上呢发现了一个四轮物体，然后他说这个物体应该是汽车。啊，他问以下哪项可以加强这个推理？好，那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的话啊，那为什么这个答案选的是 A 选项呢？这个 A 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纸面的考题，出这个类似于像这样推理的这么一个选项。咱们在上节公开课里面，当然相隔已经比较远了啊，上节课公开课是上周二好像是啊，对，公开课了。那么上节课咱们讲过了啊，其实。这叫果因推理啊。我前提里面呢，其实给出了一个这个事件的结果，就是我有一个四轮物体。那我结论呢，给出这个四轮物体的一个产生的原因，对吧？那么实际上呢，你看啊，这道考题呢，如果我问的是什么啊？我问的是以下哪项可以加强上述推理？你要注意啊，我不是问你以下哪项可以能说明上述前提，我也不是问你以下哪项可以去加强那个结论，都不是。我问你的是这个推理应该怎么来加强。好，你可以看一下这道考题的前提和结论部分的，其实那个什么大雾漫天、伸手不见五指啊，什么等等等等啊这些内容，其实呢跟这个汽车呀没什么关系，它真正的推理过程非常简单。就是呢，我通过一个四轮物体，然后呢倒推出说这个物体应该是个汽车，对吧？那至于你到底是不是大雾漫天，嘿，其实呢跟我这个推理是没有关系的。我的推理部分只有一条啊，就是通过四轮物体倒推出说这个物体是汽车，没错吧？好，那你看 A 选项，A 选项说自行车一般是两个轮子的，看起来好像跟这个文章没什么关系，但你可以这么想，你想啊。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自行车也是四个轮的，我重复一次啊。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自行车也是四个轮的，那你说是不是可以去对这个论证进行一个削弱呀？因为很简单，你刚才是通过这个四轮物体倒推出说这个物体是汽车，没错吧？如果赶巧了，这个自行车也是四个轮的话，那么你通过四轮物体有可能会推出汽车来，也应该有可能会推出自行车，没错吧？因为自行车和汽车都具有四个轮这个特点，对吧？那所以自然，如果你告诉我自行车是四个轮的话，那么你自然可以去质疑或者降低我现在推理出说这个东西是自行车，是汽车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有第二种可能了，有可能是自行车了，没错吧？而现在 A 选项怎么写的呀？A 说自行车是两个轮的，那其实就相当于我排除了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啊？我排除了你这个四轮物体有可能是自行车的这种可能性，对不对？因为你想啊，至少我现在排除了一个可能，也是四个轮的这么一个东西呗，对不对？那所以 A 选项当然可以加强我这个结论的一个可信度，什么意思啊？咱们这个逻辑考题啊，问咱们的都是加强、削弱啊等等关于评估的这个内容啊。那么我们要做的啊，是加强这个结论成立的可能性，而不是说去让结论一定啊这个被证明，或者说结论一定存在，那不一定。我只想加强结论成立的可信度或者可能性就可以。那你看 A 选项，虽然说不能保证结论一定成立。但至少啊，它加强了这个结论
有可能更加成立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 A 选项自然就是加强。那么对于 B 选项来说呢，那么你会发现，他说自行的汽车特点比较鲜明啊，即便在大雾条件下也很容易识别。这个汽车呀，容不容易识别，跟咱们这个推理啊什么关系都没有，对吧？我们是拿推理关系啊，是拿四轮去推的汽车，对不对？至于汽车到底容不容易识别，跟我这个拿四轮推汽车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那所以很显然啊，这个 B 选项呢，肯定是不能去加强，或者说跟这个推理是没有关系的，那自然 B 选项就肯定不是答案，答案呢应该是 A 选项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我相信啊，这道考题啊，大家呢应该都能很明白的去这个听懂啊。那么这个考题呢，其实我们是非常直指这个逻辑的一个很本质的这么一个内容啊。这刚才有人说这个没有听过我那期讲马云数学不好，嘿，咱们这个其实这节课呀还会提到这个马云数学不好，那这么一个问题啊。好，那么这期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推理的一个加强或削弱，那这么一种推理的一个逻辑的意思。所以你需要呢去先知道直麦考题我问你的是什么，那咱们最重要的点呀是要去回答那个问题，对吧？你要知道这题问你什么，然后你再去判断我这个题。啊，到底是应该选哪一个？应该怎么去做这个题，对不对？好，那你看，咱们刚才呀，这个做题过程其实呢就在界定这个选项到底什么叫有关，什么叫无关，或者你再仔细一点说，跟什么有关叫有关啊，跟什么无关叫无关啊。那呢，咱们要注意啊，这个点非常重要，就是说呢，这个只有跟推理过程有关的才叫有关。跟其他地方有关的都不算有关，什么意思呢？你看刚才这道考题，这个 B 选项呢，确实啊，它跟文章里面讲那个什么特汽车呀，包括大雾啊，都很有关系，但是这跟咱们的推理关系是没有任何联系，对不对？那所以跟这些文章里面的文字有关系，那是五个选项都会做到的。你要去找那个答案选项，一定是要跟我们的推理过程相关的，那才是正确的选项，对吧？先界定这个范围啊。所以的话呢，咱们的这个第一个要说的点就是，我们只有跟推理过程相关才叫有关啊。然后，那么我又怎么知道这个文章的推理过程是什么呢？这也非常简单。你呢？如果根据我们之前可能是逻辑里面第二节公开课啊，咱们讲过这个内容，就是我们一定要先提炼清楚前提和结论，因为只有我们提炼出来的那个前提和结论，那才是，真正跟这个文章的推理是有联系的。那咱们当时啊也讲过关于逻辑链为什么是不成立的这么一个说法啊，咱们再稍微重复一下，这个。逻辑链啊，这个在很多的考题里面都会有，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考试的重点。换句话说，咱们呢只需要找到这个文章里面啊，它最终那个结论，这就足够了。你可能会发现啊，这文章里面很长，它有这个 A 推出 B 推出 C 推出 D 啊等等很多的所谓逻辑链，而 GMAT 的考试是绝对不会关心那个链条部分的。它所有的考题关注的一定都是最终的结论和那个最终的前提，只有这两句话才和我们的推理过程是一致的，其他句子都可以处理为是无关的部分。那好，怎么来去判断这个前提和结论呢？非常简单，咱们之前也说过这个定义了，这块呢我就不重复了。如果你第一次来，那么你可以翻一翻，对吧？你在直播这个栏目里面啊，翻一翻咱们之前逻辑里面讲的公开课。大概是在4月7、8号讲的吧，应该是啊，关于这个前提和结论的一个区分。那么呢，我们稍微重复一下，这个结论呢，就是文章作者呀最终去推理得到的观点句，就叫结论句啊。那所以说，你看作者最后啊，他呢得到哪句话是我推出来的，对不对？那么什么是前提呢？就是那个真正能推理出结论那个句话叫前提句，对吧？那这个我们去提炼完之后，这个前提和结论呢，一般一道考题里面都是一个句子，或者甚至是半个句子。那么把这个真正前提和结论找清楚，那咱们就知道这个推理过程了。因为从这个前提到这个结论，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推理过程啊。
那么，我们可以按照每种推理方式的评估方向来去排除这个选项啊。好，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了对于有关和无关的界定，那咱们刚才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推理来去这个判断。那之前呢，咱们在公开课里面讲过了一些比较具体的推理方式。那今天呢，咱们做一个基本的总结，也可以说做一个基本拓展。咱们来看一下，大家呢都学会了没有啊？以及呢你能不能知道这种考题的关键点在于什么地方？哎，那我们之前呢在第三节还是第二节里面，我们都讲过类比推理的一个特点。那么咱们这块呢回顾一下。来，请你先看一下这道考题，然后呢自己选择一个选项。如果你之前来过，知道这个题，因为这个题我举过很多次了啊，在线上线下可能，基本上来说，只要关注过 CD 网的，关注过我们的公开课的，就一定会知道这道考题，对吧？这我编了很多年了。那么这道考题可能在5年之前、6年之前，大家可能都不怎么会。那后来，这个经过也写了书啊，也在各种渠道里面去推广过，大家都会知道这个内容了啊。如果你第一次知道，那你就看一下啊，做出一个选择，选完之后呢，这个你就说选好了就可以了啊。好，这道考题呢，不管你是会做还是不会做啊，相信呢选出一个来都不难啊。那咱们首先呢，但凡你想做一个推理啊，那你首先呢肯定是要先去把这个前提和结论都提炼出来的。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就讲过这种部分的内容啊，你呢提炼出前提和结论啊，您不能只根据这个因此两个字来判断。那英文里面这个词叫 therefore，对吧？你只能说 therefore 后面可能是结论部分。但是这个结论部分跟你要提炼出那个结论句，然后以至于可以判断那个推理过程是没有关系的。咱们看一下啊，这道考题不论前提和这个不论这个文章里面怎么写，实际上作者最终去推理得到的观点句，就是那个结论句，很显然只有这半句，对吧？因为你看前面讲那个。马云可以成功，那一看就是个事实，对吧？那肯定不是结论，因为肯定不是我的观点。我的观点非常简单，就是我也可以成功，对吧？那么基于这个观点句啊，基于这个结论句，我去找这个前提句。那谁是我前提呢？除了除掉这句话之外，其他的句子或多或少都会跟这个结论句啊有一定关系。但是呢，你要注意，只有那个最直接能推理出结论的。我们才管它叫前提句。那你看，讲英语数学不好，或许都跟这个成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这个真正去推断出啊，我推理出说我能成功的，一定是马云可以成功这句话，对不对？那所以呢，你提炼出来的前提和结论就一定是这样的，只有这两句话，其他的句子。都可以叫背景句啊，都叫背景句，那跟咱们要讲的前提和结论是没有关系的啊。那咱们说了，那我找到前提和结论有什么用呢？啊，非常简单，你前提和结论是你判断这道考题
是不是类比推理，以及我要去选选项的时候怎么选的唯一凭据。如果你再说直白一点，五个选项，如果你想看有关和无关的话，那么只有跟咱们提炼出的前提和结论有关的，那些才叫有关啊。那么跟其他部分有关的都没用啊，我们只关心跟我提炼出的前提和结论相关的部分。跟它相关就可以选，可以考虑；跟它无关就肯定是不正确的，这是一定的。好，那么咱们也特殊讲过类比推理啊。那么如果你想讲类比推理的话啊，那么你的答案选项非常简单啊。这个无论问加强还是削弱啊，我们以前也讲过，加强呢，问削弱呢啊，无非就是你要去谈及两个类比对象的区别，叫削弱。如果这就是啊，如果你想问加强的话，很简单，你只要告诉我两个对象的相同点，也就是说，这个加强跟削弱呀，就是一个反向关系，对吧？如果一个选项可以削弱的话，那么你呢，把它给反过来啊，加个 not，就肯定可以去加强这个推理啊。所以加强跟削弱是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的啊。那么呢，这个我们但凡一个类比推理。想找答案非常简单啊！如果你想成为答案的话，就一种可能性啊，你去找一下这两个类比对象的区别点啊。如果一个选项给出了我两个类比对象的区别的话，就肯定是这个答案。如果问加强的话啊，找到一个两者的相似点就可以。那其他情况一定都是不正确的。那你看，对于咱们这道题来说啊，它的类比对象一定是马云和我，对吧？他在把我和马云做一个基本的类比关系。好，那么你看 A 选项，虽然可能看起来身高跟这个文章的意思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至少他在给出我和马云的区别点，没错吧？而这种叫跟推理过程相关，对吧？我们不是要找选项跟这文章意思相关，那个找不着，为什么呢？因为五个选项啊，一定都跟文章意思有关系，对吧？我们要找的，哎，是和这个推理过程相关的。那什么叫和推理过程相关？你对于类比来说，这个选项里面只要给出了我和马云的区别点，哎，那就肯定叫跟这个类比推理相关了，对吧？那所以 A 选项肯定是相关的，而 B 选项呢，看起来在文字上和这文章更相关，但其实跟推理无关，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马云的成功不靠个人，他的身后有强大的支持团队，这没用。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谈到两个类比对象的区别点，对不对？只有你谈到了说，哎，我和马云哪儿不一样，这个时候才能去削弱一个类比的关系。因为你想啊，你说马云成功不靠个人，他有很大的一个团队，对吧？如果我也有呢？如果我也有的话，是不是更能成功了？对吧？找一个相同点嘛。如果我没有，那肯定我就不一定成功呗，对不对？可以削弱呗。那所以 B 选项你只给了我一半，可能跟成功更相关，但是呢，我要的不是跟成功相关，你问的是我要削弱这个论证，不是削弱这个前提和结论，对不对？那所以的话呢，一定要谈到两个类比对象的区别点啊，这个才是类比推理的一个。唯一能跟推理过程相关的这么一个部分啊，这叫类比推理的一个特点，对吧？那通过这个，你把前提跟结论提炼好，你自然就会知道这样的考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以及呢，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个考题，对不对？好，那么这是类比推理的一个部分啊，我们就讲到了它的一个有关和无关的这么一个内容。那咱们再来看一下咱们刚才做那个例题啊。咱们刚才做那个例题呢，看起来比较奇怪啊，但是如果你觉得很奇怪的话啊，这只能说明一件事儿，说明你跟 GMAT 考试的关系还不够熟啊。如果你跟这 GMAT 考试关系特别密切的话，那我的密切指的是，要么你的分儿很高，你很密切是吧？你考得很好，要么就是你跟他打过很多次交道啊。但是虽然说我这个分儿可能不好说啊，这个就不好意思说了啊，但是我跟他交道打得很多，对不对？哎，这个也可能很有关系。那么，只要你跟 GMAT 考试打的交道足够多啊，或者说你跟他关系很好啊，那么呢，这样的考题你一定不陌生啊，一定不陌生。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样的考题呀，的这样的 A 选项
啊，这个是直麦考试非常标准的一种答案选择出法。哎，看起来跟文章没什么关系，但其实呢，这个在逻辑上啊，这关系呢非常的密切啊。那么咱们刚才给这个例子是什么推理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果因推理啊。咱们上节课啊，上节公开课叫《侦探的逻辑》啊，那节课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果因推理。好，咱们还是一样，把这个前提和结论呢先提炼一下。这块呢，我虽然给出了你前提和结论两个字啊，但是我这个前提呢明显不够简练，对吧？你需要提炼出真正的前提和这个真正的结论。好，那你看，我相信啊，你提炼好之后，这个真正的前提和结论就已经放在这儿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前提里面讲的呢是，其实是说有个人在公路上发现了一个四轮物体，这是他真正的前提。而真正的结论呢，应该是说这个物体应该是汽车，没错吧？好，那么所以呢，我提炼好了前提和结论，那么你会发现这个前提和结论呢，跟刚才咱们做那个我和马云做类比那个题很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呢？那个类比推理啊，前提里面讲的是因为马云可以成功，所以我也可以成功。你会发现前提和结论讨论的是一模一样的事件。都是那个事儿，什么事儿啊？都是那个成功的事情。哎，这种啊，前提和结论，您讲一个一模一样事儿的，就一定是类比推理。你比如说，因为我只卖的考750，所以你也能考750，类比推理。为什么呢？前提和结论都讲能考750的事儿，对吧？再比如说，因为你要在皮尔森的考场考试，所以呢，我也需要在皮尔森这里面去参加考试。哎，这个呢也一样是类比推理，因为什么呢？都讲的是在皮尔森参加考试的故事，对吧？这就是类比推理。而如果你说，因为我要参考 GMAT 啊，就是参加考试啊，我要参考 GMAT，所以呢，我一定要去皮尔森，这个就一定不是类比推理了。为什么呢？你前提说要考 GMAT，结论说去皮尔森，两件事儿，对不对？那肯定就不是类比推理了，对吧？那当你发现这前提和结论你提炼完之后啊，讲两件事儿，那么赶巧了，这个前提呢讲的是一件事儿的结果，而结论呢讲的是这个原因的话，那么这种题叫果因推理啊。你比方说啊，咱们现在给这道考题，咱们给这道考题，你提炼完之后，前提说四轮物体，结论说汽车，对吧？那刚才咱们那个背景信息里面啊，提到了一个。说汽车一般是四个轮子的，对吧？那么汽车是四个轮子，很明显啊，A 是 B 嘛，那 A 可能更多的是占一个因的地位，对吧？这个 A 是 B，B 呢一般占一个果的地位，对吧？就是说我这个因为汽车，所以才有四个轮，对吧？因为我汽车是四轮嘛，所以这是一个正向推理。那很简单，你现在做了一个逆向推理，对吧？回溯原因嘛，叫逆向推理啊，这个。前提里面讲的，先给我告诉我是个四轮物体，那结论呢？我倒推出说是汽车，那肯定前提是结果，结论呢是原因，对吧？当你发现前提和结论讲两个事儿，前提讲结果，结论讲原因的时候，就一定是个果因推理。那咱比如说，因为啊，我 GMAT 的考试考得非常高啊，所以呢，我肯定是努力学习了，对吧？那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果因推理。为什么呢？前提讲的是分儿高，结论讲的是努力，不是一个事儿吧？那么很明显，我得因为努力，所以分儿高，对不对？啊，那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前提为果，结论为因的一个推理。那你比方说，再比如说啊，前提里面说，因为小明这个指麦成绩高，所以呢，他肯定是这个方法找对了。哎，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果因推理，前提讲一个事儿，结论讲一个事儿，对吧？那很明显是因为方法对，所以分儿才高，对不对？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果因推理啊。所以说这些倒推的啊，先前提里面先写结果，结论写原因的啊，就肯定是一个果因推理。那但凡是果因推理的话呢，如果您想问我削弱的话啊，那么我一定啊势必要给出四轮物体的另外一个原因，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果因推理的话，您找一个他因就行了。刚才有人在这个留言里面说了啊，说这就是不是一个否定他因呢？你说的对
这个他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果因推理的一个学说方向啊，但你要注意了，这所谓的他因呢，并不是哪个地方都对的啊。为什么呢？只有果因推理里面啊，他的一个评估才会涉及到给这个结果找另外一个原因啊，这么一种情况。其他推理，包括什么因果呀、方案呢、类比啊什么的，都跟这件事儿没关系啊。有很多的干扰选项可能会这么干扰你啊，这你要去注意了。那么咱们这道果因推理考题怎么来削弱呢？非常简单，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嘛，前提是结果，结论是原因，对不对？那你呢，如果能给那个结果另外一个原因的话，这另外一个原因就叫他因，对不对？如果你能给那结果一个他因的话，那自然可以去降低我原来这个原因的可能性。哎，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了，自行车也是四轮物体，比如说啊。这个时候很明显，对吧？它可以去解释你这个四轮物体是什么啊？不一定是汽车，有可能是自行车，对吧？这就是它因，因为汽车是一个因吧？我能给这个四轮物体另外一个所有者，或者说另外一个原因，对吧？这个另外的原因就叫做它因啊，所以叫它因排除嘛，用它因来排除我这个原来这个原因，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方向。好。那么，但凡是果因推理，都具有一个同样的这么一个方向。哎，如果问你削弱的话，那咱们只要找选项啊，谁能给我这个结果，另外一个原因，那么它就一定是答案选项。好，那么如果问加强怎么办呢？咱们刚才说了，加强跟削弱没有本质区别。哎，您把那个削弱项给它倒过来，就是加强了。哎，你比如告诉我，这个自行车啊，它不是一个四轮物体。所以呢，这个东西也不会是自行车就可以。你比方说，咱们的 A 选项啊，咱们这个 A 呢，其实呢写的比较隐晦。他说自行车两个轮儿，其实就告诉你，这自行车呢肯定不是四个轮儿，所以这个物体呢肯定不会是自行车。哎，这就是它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加强的方向。所以的话呀，咱们这种考题问加强。啊，就比较难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比较随机。你比如说，我告诉你，这自行车一般都是三轮车，也是加强，没问题啊。那这就比较灵活了，对吧？那所以需要咱们对于这个果因推理，哎，它这个评估方向足够了解啊。你知道，但凡能给这个结果另外一个原因的，就一定是可以考虑的。那么问加强的时候，你自然脑子呢就多了这么一个。这个条件啊，这么一种这个筛选的方向，对吧？那所以咱们做题的步骤啊非常简单，你呢把前提和结论提炼好之后啊，那么你要先在脑子里面想一下啊，这事很重要啊。很多同学对这个步骤啊不够注意啊，所以导致很多考题就不太会做啊，或者说容易做错。哪怕是之前学的不错啊，模考里面呀、练习里面呀，可能也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那咱们知道，这个题的步骤是这样的啊，你呢先把前提和结论提炼出来，那根据前提和结论的关系啊，来判断一下这个题是类比啊还是果因呢，对吧？如果判断完之后啊，你先脑子里面想一下，这种果因推理，比如说这果因推理是怎么才能被削弱的啊？你比如说这道考题，我脑子想一下，你要想削弱它，你必须得告诉我啊，另外一个。是四轮物体的东西，对吧？那么你把这想一下，你不用想具体的啊，你只要想一下，哎，这个方向是什么？然后呢，你把当前过滤器看五个选项啊，看一下哪个选项能满足你这个方向，哪个选项就一定是正确的，跟你这方向不搭边的就肯定是不对的一个选项，就可以很明显的把它放成无关选项了，对吧？我们还是一句话，要界定有关和无关啊，你要先去知道。这个题是什么推理？因为呢，不同推理，咱们界定有关无关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有关无关是要跟推理过程有关才叫有关的，对不对？那所以说呢，我们去把前提和结论提炼好，那看一下，在这个推理下到底什么样算有关，什么样算无关，那才能找到咱们的有关和无关的一个基本的方向，对不对？好了，那咱们呢来看一道这个真正的官方考题啊，希望你能通过这道题呢，
熟悉一下，去提炼前提和结论啊，找选项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希望呢，你能直接去把它学会啊。好，那这是一道非常标准的官方的考题啊。那请你呢，把它呢做一下。还是一句话，做完之后呢，你跟我发个留言，说我做完了就可以了。
好，大家应该基本上都做完了啊。就圆圆告诉我的问题啊，这个题呢说的非常简单啊，就是说呢，这个你有一种这个锌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来这个作为治疗感冒的一个东西啊。那么呢，你现在其实可以用口服的，也可以呢拿鼻喷雾的方式来进行啊。这个题目这个意思。然后他说，口服的话呢没什么效果。但是呢，如果是鼻喷雾的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显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处。那后面呢说，其结论呢就是说呢，这个肯定呢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这感冒病毒啊都在鼻子里面，而没在嘴里面。那为什么？因为你想啊，你鼻子和嘴是一样的嘛，对不对？那你嘴吃就没什么反应，而你鼻子喷雾呢就很快就好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很显然，它结论就是说，那你这感冒呢肯定集中在鼻子里面，而不是在这个嘴里面。好，咱们看完这文章之后，你先不要看选项，先干嘛呢？先去把文章里面正确的前提和结论先给提出来。哎，咱们来看，你如果提炼一下前提和结论的话，就会发现这一题的前提和结论呢，前提里面主要那个讲的应该是说，这个鼻喷雾的这个锌啊，它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效果。啊，这相对于口服来说啊，鼻喷雾的锌有非常明显效果，而真正的结论是说，所以他认为啊，是这个感冒病毒一般呢是集中在这个鼻子里面，而不是在嘴里面，对吧？好，那你会发现，首先前提和结论肯定讲两个事件，一个是前提里面讲的是这个鼻喷雾的好使，还是这个口服的好使，对吧？结论里面讲的是感冒病毒在哪里，对不对？那所以前提和结论肯定讲两个事件。那么我会发现，在逻辑上，肯定是因为这感冒病毒集中在鼻子里面，所以这个鼻喷雾才更好使，没错吧？因为你想啊，一定是先得是感冒病毒啊集中在鼻子里面，所以我才能鼻喷雾吧，对不对？那所以很明显，结论是原因，而前提是结果，那这个题就一定是果因推理，对吧？那么你想完果因推理之后，那么你第一反应就是要想出答案的话，必须得能给我解释为什么用鼻喷雾的效果会更好啊，而不一定是因为感冒病毒在鼻子里面。换句话说，给我这个前提里面讲的结果呀，找一个他因，对不对？如果你能给出为什么鼻喷雾效果更好的话，那么这个选项就是答案啊，否则的话就肯定是无关选项，对吧？那咱们秉着这个思路来看一下这个五个选项，先看 A，A 说呢，这个你这些试验者啊，用这个鼻喷雾这个新的试验者啊，不仅仅这感冒时间变短了，而且呢，这个症状啊也比较的这个比那些用这个其他的不含锌的这个喷雾的人啊要好很多，这很显然跟这鼻喷雾啊比这个口服为什么效果好肯定是没关系，没错吧？所以这 A 选项一定是捣乱的，你不用关心它跟这个锌有什么关系，这文章没问你跟锌有什么关系，他问你的是如何来去削弱这个果因推理，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去给这个，结果找另外一个他因，而 A 达不到这个，所以 A 呢肯定不对。再看一下 B 选项，B 呢说啊，这个锌去影响病毒的这个机理啊，这个机理呢，现在呢还没有被这个比较完整的建立啊，我们就不知道啊到底为什么这个锌会影响这个病毒。那很显然跟咱们这效果好坏没关系吧？你知不知道机理？跟我的效果如何？两个不同的事件，对吧？所以这 B 肯定也不对。C 说呢，为了让他们比较可以吃啊，这个口服这个锌呢，它现在会含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这些这个配方。那么呢，这些配方呢，其实有可能会干嘛呢？会影响这个锌的一个活跃性。哎，这个选项一看，它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口服的没效，这个鼻喷雾的有效。为什么呢？因为你口服这东西呢，它呢会有一些东西会影响这个锌的疗效，没错吧？并不是因为感冒病毒在鼻子里面，
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口服这个有一些干扰的物质，对吧？使它没效，所以这个鼻喷雾才有效，对不对？那所以的话呢，这个选项可以解释，哎，为什么这个鼻喷雾的看起来更有效，对吧？那所以呢，C 选项肯定可以考虑，先留着。再看四 D 啊，四 D 呢说啊，这个无心的感冒治疗啊，会有一些影响，除非怎么样？这选项讲的是，如果我不用锌来治疗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情况？那很显然，跟咱们用鼻喷雾的锌还是用口服的锌效果好，一点关系没有，都跟锌没关系，对吧？所以这 CD 肯定不对。E 呢说这个这个公司啊现在呢发现啊说呢这个啊这种鼻喷雾的这个效果呀，和这个 gel 这种效果啊，是在这个情况上有一个相同的效果啊。意思讲的是说，这个公司的啊，他们发现的一个新的情况。那他们发现这个新的情况啊，到底是啊用这个 spray 来做，还是用这个 gel 来做？其实呢，跟咱们的这个啊，为什么这个用口服这个啊，为用这个鼻喷雾这个效果，要比口服效果好啊，跟效果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对吧？那所以呢，他也不能给出这个结果。另外一个原因了，那所以呢，E 选项也跟这个推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所以呢，答案选项只有 C，只有它能给出我这个结果的另外一个他因，所以只有它能削弱这个推理文段。哎，那所以呢，希望你的这个做题步骤啊，跟我刚才讲这个步骤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你这个步骤跟我一样的话，那么这些考题呀，就基本上不太容易错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种考题呀。其实呢，你只要把这步骤捋对了，把这推理啊理解好了，那肯定啊，对于这考题来说啊，逻辑考题啊，甚至包括语法的考题，都会呢变得非常的容易和简单。哎，那所以呢，这就是咱们对于这个有关无关的一个界定，对吧？那你要记住啊，有关无关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啊，它呢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你需要先知道推理，然后呢才能知道啊什么样的选项跟这个推理有关。哎，不同的推理方式，它有关无关的这个条件呢是不同的啊。你打比方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果因推理，哎，那么它的这个评估方向是要给这个结果一个他因，对吧？这个类比推理啊，它是要给两个类比对象的区别啊。很显然，我有关无关的方向不一样，你不能给一个一刀切啊，并不是说所有的考题啊都是一种。有关无关的情况，对吧？那不同推理方式，它的有关无关的判断标准和方向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那包括方案推理，那包括类比推理，因果推理都有各自的一个评估方向，对吧？那比方说类因果推理，你只要能去质疑这个因果的关系，那就可以了，对吧？那么每个推理方式都有它自己的一个思路和思考方向，你呢需要先把前提和结论提炼好，然后呢根据这个推理方式的一个特点。来去做这道考题，那就足够了那好了啊，咱们今天的课呢就到这为止啊。这个希望大家呢能通过这个课有一个启发式的一个想法啊，知道说我们的逻辑考题应该从何处入手。那这公开课呢就达到了完全的目的了啊。并不是着重于解每道题，而是注重于呢我们对于思维的一个启发和开启啊。好了，那谢谢大家来参加这公开课啊，那大家拜拜。